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the all-new 2014 Toyota Corolla.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佳音，欢迎来到音乐情报站。全新组合 Asiatics 与2014年 Toyota Corolla 合作。如果你喜欢 Baby Let's Go， 记得去下载这首好听的歌曲哦。乐城十八台还特别采访了 Asiatics 组合当中的李玖哲，我们一会儿来关心。先来听听看温岚的新歌《脑海有浪》。So baby, let's go.温岚新歌《脑海有浪》在海中漫舞，导演利用多面镜子折射加上特效，让原地旋转跳舞的温岚在 MV 中宛如像在海面里跳芭蕾一样唯美。不过拍摄过程却是痛苦难耐，导演使出杀手锏，十桶脸盆的水向温岚泼去，两个小时拍摄下来，使得温岚一下工就大打喷嚏、重感冒，还因此挂病号一个多礼拜。全新组合 Asiatics 日前与2014年 Toyota Corolla 合作。至于是什么让三人组成 Asiatics 团队，李玖哲表示：那个时候我在准备我的第五张中文专辑，然后在那边我见到了 Flowsick Eddie， 然后听到他的饶舌，我就觉得哇好厉害，然后听到他的唱歌哇好厉害，然后他们的声音也非常好。这次Toyota 找我们一起合作这个 campaign Let's Go Places， 我们非常开心。非常荣幸。你喜欢这首歌曲吗？这是2014年 Toyota Corolla 的新歌 Baby Let's Go。 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曲，可以到 toyota.com/corollaready 免费下载，同时看看2014年全新 Toyota Corolla。 不要忘记将你成功下载的证明发给我们。12月23日，我们将会举行抽奖活动，送出精美礼品哦，免费歌曲，免费礼物，生活更美好。 Baby Let's Go。